开车先搭嵊州新昌，还有一个大桥。真的辣。然后第二个他们是冷冻的，然后挖的可以，那个都挖破，挖破的话腥味更重。看什么？看个鱼吗？因为我们一般吃面的时候不放鱼这样的，对，鱼很少放，但是他们这个鱼，那个里面没有去内脏，所以这个不要。哇，你很厉害呢，这个。没有啊，这个鱼肉，这个内脏不行，很腥啊。